看着内线加入的量塞好塞满，一点都不客家。泰嘎后矮黑美声，今天要来分享道道地地的客家美食啦。这家位于台中清水的外婆的包柜，就是非常受欢迎的客家点心哦。使用米制作的外皮包入满满的酸菜，咸香可口的新鲜萝卜丝，这可是本店的招牌。居然还可以吃到香辣的打抛之味，还有使用艾草制作，包入最传统的干萝卜丝艾草柜和甜的红豆内馅哦。这每一颗用料都非常的实在扎实哦，尤其是外皮吃起来非常的 Q 弹不粘牙。这包萝卜丝、香菇、虾米等等的菜包是梅森的最爱，一口咬下真的好想唱客家本色啊。这个酸菜内馅每一口都好清脆好开胃，最传统的艾草柜包入干萝卜丝，古早咸香的滋味充满口腔。还有这打抛猪肉啊，一推出就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哦。想吃甜的朋友就选这个红豆的吧，他们的礼盒也很可爱，各位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你没有吃过的客家美味哦。